主料大白菜25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蒜、葱、花椒粉、生抽、醋、水淀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白菜的叶子用手撕成小块，干部用刀削成片，蒜切成末，葱切成葱花。锅加油烧热后，下入葱花炒出香味，下入大白菜翻炒，加入花椒粉，加入生抽，加入醋，加入盐，翻炒至大白菜断生，再加入适量的水淀粉，翻炒均匀，盛入盘中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，也可以在爆锅的时候加入适量的干红辣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